頭呢個大忌日都翻嚟嘅，亦都係扭動咗呢一個嘅法洛士啊！但係法洛士同埋呢個佢嘅隊友一齊反開啊，就帶走咗呢個路西恩同埋奧利安娜。最後鬧暴喺後面已經 Q 中咗冰仔啦，但扎克再入一個大嘅單，第四個，哇！好激烈啊！呢、這個戰況收啦，咁都有兩三球三個，哇！呢、這個波咁會唔會太犀利啊？最後咧，哇！一個普通交流手嚟殺埋個，我仲有。兩三隻秘密武器留喺入邊俾大家觀眾睇啊！頭先我一路其實有睇直播嘅，我覺得幾有趣啊，講呢樣幾好笑啊！佢哋啲名字都幾有趣，嗰啲就誒呢、這個代西西西啊，即係我俾人反曬嘢啊，生活不能自理，都有跟到我嘅戰場信息嘅變化，我覺得 OK 嘅。大家觀眾記住繼續追睇啊！